易观，啊，那那那,那是刚刚师傅讲的。如果你有情心啊专注来听，那后面的易观就可以很轻松的了。所以师傅叫你不要依依靠后面的注解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全力以赴的认真听师傅怎么讲啊，再来，那么就很简单了，因为你已经了解了啊。不能说哎呀，师傅讲的呢模模糊糊,糊,糊，然后说哎，我回去再自己看易观，哦，那这个不好。 哎，因为师傅里面的毅力发挥啊，到淋漓尽致啊，这个才是重要的。易观一切世间之法，本离于生灭，其生灭之相犹如虚空花。如来以智照了，不得其有，也不得其来去，不得其生灭等相，究竟远离一切恶法之情忌 为什么叫做情计呀、啊？这句话，师傅一讲，您就知道，凡夫是忘情忘记。凡夫不是用智慧在过日子的，哎，是用经验跟他的感情，所以叫做情计。一般认为合理呀、啊。 一般认为这个是很合理的，没有什么不对的。叫做情记佛然佛悯众生迷悟执棒注意听，悟在旁边写假象。众生因为迷以假象，误认为它是真实，同时执着这个妄心呢、啊，使之不放。 妄心执着于妄相，妄相又心系这个妄心、妄相，内叫做妄心，外叫做假象，或者是叫做妄相，所以因此啊，就掉进生死的轮回啊，不得解脱，不得解脱。人家六祖就就看得很清楚了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？诸位，无一物包括假象。 无物包括信中没有任何的关爱，本来无物，那当然就没人说了。本来无物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圆吗？有能言的妄想心吗？有所言的妄想，啊，忘情的境界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不是？啊，那么神秀大师啊，就这样讲了：身是菩提树啊，心如明镜台啊，时时勤拂拭啊，莫使惹尘埃。那我请问你呢？这个有没有照见诸法本空？没有啊。 啊，你这样要扶，每天要扶一次，扶，一真的扶到什么时候呢？对不对？身是菩提树呢、啊，那找一个身呢、啊？心如明镜台，又找一个明镜台。啊，时时勤拂拭，哎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啊。时时勤拂拭，啊，不，不不，不不，底不，不，莫使的尘埃啊！拂去以后，尘埃又跑上来；拂去以后，尘埃又来。不对对，对所以在这诸位啊。 真正的悟道的人，叫做现前当下这一念，了解妄向本空，证得无生；妄心本空，妄事本空，证得四性本性就显露出来，本性就显露出来。而、呃、故而兴起大悲心，而普为嫉妒啊，令离此虚妄有物之法。 而正法身，正得法身全论，此俱战佛离于凡夫的妄见。接下来，一切法如幻，远离于心事，智不得有无，而兴大悲心。前面讲啊外外在的境界不可得，现在讲四心分别不可得。 更进一步的往内，所以啊，这个句句颂是赞叹了、啊、佛离二圣人啊，二圣人呢是用世心呢在修行，或者是全圣的菩萨或者小圣的菩萨啊，这种错误的知见啊，因为什么叫错知？不到究竟一佛圣，究竟没有知见，所以这个二圣人。 跟钱小不能成佛，就是因为没有拥有佛的就近证见。解释一下，一切万法缘起如幻，如幻就是啊，缘起如幻，一切万法缘只要是缘起法，有相的东西，无相的事情，统统是如幻，其性本空。 所以，在座诸位，你在这里有个重要的观念，啊，四心分别乃是依他起的，空无自性。这里你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刹那闪动的执着，就算你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好事，那个也是四心，这个也是依他起的，本来是空无自性的。所以，佛教你虽行啊一切的善。 同时也要离一切的善的执着，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，立刻就灭掉哪一种度众生的观念？心是，诸位，在这个“世，如果你还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“四心分别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真如妄动浮出来的一种强大的观念之间，知见认为它存在性。简单讲，就是强大的主观意识。 称为“是”，这个“是”的范围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，啊，整本维识学都在解释这个字，你就知道这个要认识啊，啊，唯识学、啊、需要下十年的功夫啊，而认识了维识学以后，了事不可得，通达空性，那么事性就现前，所以通达。 视性的时候，就视是虽分别，不做分别想，通达了啊。视性是一常起的，不可得，那么我们就见性，所以远离内在那种心事的分别。当然，心事就是包括心意、意识了。为了寄送，他只好啊。 省略了，本来是利益远离心、意、意识啊，有三个都离了、啊。所以啊，远离心事，诸位后面补三个字：之分别，去找那远离心事之分别，执着。分别是第六意识的，执着是第七意识的啊。 所以啊啊，整句贯穿起来就是：一切万法空无自性，缘起就如幻，其性本空。大修行的人应当远离以心事之分别，就是连主观意识的啊，专门每天源于外在客观因素的那个四心分别。为什么四心分别？注意。 在唯识心里面有一个定义，非常的了不得，就是闪动刹那的分别执着就是四心哦，闪刹那之间闪动，顶顶功相相似呀，就是无没有体现。啊，若有若无，所以这就是诸位、啊，如果不想不了解这个四心。 本来是刹那之间闪动的一种妄想，我们就会想办法啊，要找到幸福。所以，在座诸位哦，一个一辈子都没听到佛法的人，他休想找到真正的幸福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他用这个方法要找到幸福，啊，这个幸福没多久又产生了悲剧。好，他又又又要。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得到想要得到幸福，这个幸福又让他破碎，所以他一直活在想要得到幸福却付出了百分之九十的痛苦，他的忍耐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为什么他永远得不到幸福？因为永远都是四心分别，他最多只能得到。 安慰奖啊，安慰奖就是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也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，啊，他只能做这样子的，还没有进入真真空的状态，他只能做这样关照、啊。我感谢上苍我现在拥有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也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，哎，他用这几句话得到安慰奖也算不错，但是。 如果他正道，毕竟空寂的时候，进入佛的大智慧。哎，有跟没有都是平等的。为什么叫做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？是法平等是指什么？就是指那一颗大智慧的心性，无所住的心性。是法平等，无有啊高下，是指内在那一颗。 见性平等的心性啊，诸法本空，讲有也不对，讲无也不对。所以，如果这句话大悟的人来来来念的话，就不就不一样了。感谢上苍，我所拥有的，因为拥有的是如幻；也感谢上苍，我所没有的，因为本来就空。那个，同样这一句，前面是得安慰奖，后面这一句是得第一大奖。 那不一样的，所以这辈子没有听到佛法的人，一辈子都找不到真正的幸福，那是绝对不可能找到幸福的。你你去哪里去找啊？智不得有，用佛陀的大智慧来造见，啊，也不可以啊，有或者是无，而是大悲心啊。那么智不得有，前面已经解释过了。 整句的意思就是赞叹佛离于二圣，离于浅小的谬见、错误的知见。整句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，一切的万法缘起如幻，其性本空。修行者应当专注于内在的关照。啊，那刹那之间的闪动的分别跟执着是缘起，缘起的空性是不实在的，当下即空。 当下回归当下就是本性，诸位心事的分别当体即空就见性，了解那刹那闪动四心分别不可得就见性即见四性。大智慧的人是不会落入有两边啊，佛明一切的二圣人啊，迷心识的分别，所以啊心大悲赞叹啊。 赞叹诸佛一啊一圣，啊、呃，所以所以佛呢是离二圣全小的谬见。注释：一切法是指事出世间，内外内就是心呢，外就是境呢，啊，事出世间，内心还有外境，根尘世就是内外中。 内六根、外六尘，中间所引发的六事等诸法等诸法，所以一切法只是出世间法，内心的妄事、外境的缘起、内六根、外六尘、中间引发的六事这一十八界，通通包括在一切法，而这一切法六根六尘六十一十八界万法都是如幻。 就是如幻，诸位啊，后面的大慧菩萨讲说：“世尊，你为什么一直讲‘如幻’这两个字呢？”啊，世尊说：“啊，如果不用这‘如幻’两个字，缘起如幻来来来解释第一谛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名相更接近第一谛的来解释了，没办法了。” 所以一直重复用缘起就是如幻，如幻就是不实在。只要是缘起法，就是不实在。你今天你个人的一切啊，这个无印不实在。你的家庭的组织很脆弱的，这个社会也很脆弱，这个国家也很脆弱的啊，因为到处都是缘起法，整个地球也很脆弱的。所以一切修行人应当依照。 依据内在的大智慧来过生活，你一切如幻的啊不实在的缘起法，所以啊，在日租呀，你今天吃得好穿得好，或者吃的不好穿的不好，过得不如意过得如意，通通不可得，不可得。你在你的立场必须做关照，对你最有利的关照，怎么样关照能够让你解脱？这个就是时空的不同，每一个人的。 啊，这个 background 背景都不一样，所以记得你要怎么样关，能够让你烦恼更少，那个就对，那那种方法就对，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法无定法了，你你有你的婚姻呢，你有你的小朋友啊，你有你的经济呀、啊，这不是用用他的方法来，用我的方法就就可以解决你现现在的每一个人的症结问题呀、啊，哦。 作为全世界众生呢、啊，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故事啊，要问都问不完了、啊，真的问不完了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，还很很很多人呢、啊，啊，有时候也不不太看经典呢、啊，啊，就动不动就发一个一面来问师傅、啊。我们呢、啊，啊，当然也，也也很感谢他对三宝啊，或者对师傅有信心呐、啊，啊，不过啊。 那些写问题来问问题的这些啊法师或者居士啊，那应当啊多看，啊师傅讲过的这些佛法，问题就会慢慢慢慢的减少。不要说啊不看，然后一直问啊，这样真的问不完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有问题的，哪一个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叫做众生吗？没有问题叫做佛啊哎，梦不未了了，心是。 指心呢？意意识而言，远离为本性空故，即理本性即理。什么叫做本性？哎、啊，本性就是诸法的实相，叫做本性啊。诸法的实相就是真相，诸法的真相，它的本性是什么？它的本性是空啊。因此、啊，我们就了解当体即理呀、啊。 当体即空，所以就是离。诸位，这个就是佛发现的人生、宇宙的真理。当体空无自信，所以就应当回归当下，就要离。这个离还有一个重大的奥奥奥妙，就是要离得很彻底。诸位，如果我们讲到空，就是彻底的空，毫不留情的铲除。 只要有一点点执着，你就观想，那就是心中的杂草。那个一讲到空，那是空到底的，不能有任何的啊，一点点留一点点草根啊，留一点点草根怎么样？春风吹又生啊。哎，斩草不除根呢、啊，春风吹又生。诸位修行人对烦恼不能客气的，对众生要客气啊。 尊重他的自尊心，对你内在的烦恼不能客气的，这几类都也得，好啊呢，哎，就是那一种功夫会拿出来用，啊，对自己内在的烦恼不能有任何的客气的，对不对,對？你要成佛的，就是爱爱有机惯的呀，哎，对内在的烦恼要残忍一点呢，这几类都好等啊啊，是不是？那有一个女众啊，就听了师父的法，她就会问。 哎呀，师傅啊，你讲的是很好、哦，我真的很发喜。可是我这个烦恼啊，就是斩不断，那怎么办呢？啊、很简单嘛，你的空六竿空啊。那师傅啊，我在三年以后才慢慢来学习，来斩断这个烦恼。你看呢？那没关系啊，那你你做一个竿空上当啊？对不对？就对啊看你什么时候斩断啦、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、啊。哦，师傅啊，那个要斩断这个烦恼实在难哦。 难了，有时候啊，亲情,情啊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对咯，这个就是在家即是修行的困扰。哎，他说有时候啊，我都不晓得什么是己，什么是理。有时候我对这老婆儿女，到底是什么是责任，或者是放弃？有时候啊，这个有模糊的空间，是在明智慧判断。 哎、嗯，到底是我放下我我的老婆而你来出家，这个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？还是说我的责任未了，还是要把它完成？可是我又怕明天死掉，哎，是啊，明天死掉就没办法出家了啊，所以他内心里面都是这样困扰，困扰啊，到底要怎么选择？真的是这样子，啊、呃。 所以本性即理呀、啊，当体即空即理，非作而令理。注意这一句特别重要，非造作而令理。一个七性本空，所以理啊。佛法原汁原味就是这样，原汁原味就是本七性本空，所以理当体即空，所以要理。这个叫做原汁原味啊。那、啊、如果说慢慢的分析看看呢，啊。 你说你老公有一天会老啊，会得糖尿病啊、心脏病啊，死了以后啊，慢慢的发烂啊、发臭啊，最后你剩下那那骨头，你当老婆的，你有什么好执着的？哎，慢慢分析，做那个不是原汁原味的休息原汁原味的休息就本身就是空，林安啊，的不这个安哩，啊，林木啊，就无这个木哩，一当体即空啊。 对不对？啊，不小心睡觉，睡觉嘛空啊，要不都强不空啊？就哦，啊，真的原汁原味就是这么美、啊，美不胜收啊！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有什么好执着的人？有一天你会老啊，就是啊，在这位啊，难中啊！你的血糖升升高了、啊，心脏病啊，糖尿病、高血压，就表示啊。 你健康亮红的呢？啊啊，那就是你的生命快结束了。女人呢、啊，如果开始这个粉末登场，已经抹未掉，你国，抹了个黑，抹了个黑，这里都要注意，啊，表示你喉咙已经失去平衡了，荷尔蒙已经失去平衡，嗯、这个就表示你接近死亡的日子到了，抹未掉啊，你，对不对？ 是吧？忘不掉，这这就没办法了，这就表示你这个值啊，身体的这个值已经变了，老化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这个修行啊是不能等的。死亡是最难掌控的信息，他什么时候死神，死神什么时候到你家来敲门，没有人知道的。Maybe tomorrow. Maybe next year. 也许是明天呢，对不对？也许是明年呢，什么时候死神来敲门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！所以有的人呢，不听经不闻法医，他就是跟师傅讲啊，我昨下学习就恐怖呀、啊？我我被开始变，我、啊、从来从来就没看过这个人听经我讲你被未得变去，叫你来听经闻法，你通通不要啊！你干那鬼讲话被变被变啥？一个人一辈子。 不听就不文化，你别为他生去。嗯，不可能嘅代志啦，这无可能嘅代志啦。修行它是点滴的功夫，它是啊，像金字塔一样慢慢，慢慢慢慢一块砖头一块慢头,块头这样叠起来的。诸位，修行啊，没有捷径的，啊，要吃苦的点滴功夫这样一直累积起来的。你今天听了法喜充满。 因为我们上了两堂课的《能切经》，很多人听了发喜充满。这发喜充满怎么来的？就是你累世累劫累积的善根，对不对？有不然你今天呢，从来没有听过佛法，你叫他来坐在底下，他做了很多笔记。你一看，马嘛写我讲的笑话呢。哎，不一看，一，一被他,他记乌了 对对啊！你看那个笔记做的很认真啊，其实都在讲忌相话，要回去讲给她老公听。真的是，这个你讲，真的就是安啊，所以修人修行不能造假的，点滴的功夫就是就就就就像现在大家做的就是这样，一点都不能逾越这个次第的。如二圣之所为，这二圣人呢、啊，造作啊，令离呀、啊。 啊，佛是当下就理，就差这么多啊！在这位呀、啊，放下啊，笔呀、啊，看这边啊，这这看这边呢。这些修行人，我们分为二圣人外道跟佛来修行，那就看这个比喻啊、哦。右边这个叫做无常，右边这个叫做无常，啊，我的手这个叫无常。二圣人他就是观无常。 关照无常，关照一直关照无常，啊，我这个色身啊，新陈代谢，关无常，关无常，所以啊，也没有什么，我这个色身有一天会烂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就是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啊，他就是开始放下得失啊，放下啊欲望啦，放下这些、啊、荣耀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慢慢慢慢关无常，慢慢慢慢关啊，就是无常，啊，什么叫外道？外道就是无常里面要跑出一个常，上帝，上帝，就这个就很重要的就是无常。 上体即空，他不会，他不懂。无常外面，另一个常，这个就叫做外道的修行法。外道的修行法就是无常里面又又跑出一个场，那就上帝创造天地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上帝是场，那个这个场。哎，创造出无常的世界，这个就是充满的矛盾。你懂吗？诸位，常的世间，站在因果的角度，应该创造常的世间。 怎么会创造一个一个无常的世界？如果上帝是常，应当创造是长的时间才符合因果嘛？好，在座诸位，如果上帝也是无常，创造了出来也是无常，无常的无常去什么？就是常，叫做无无常。无常的无常，负负得什么？得正。无常的上帝创造出来的无常事件就是真常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看到的世间。 佛跟大会讲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六根六乘六是一十八界，何以都是无常？大会为什么？所以上帝是常是不对的。上帝常为什么我创造一个一一个无常的世界？不符合因果。上帝如果是无常，无常创造出来这个世界应当是常，对不对？大会为什么六根六乘六是一十八界，通通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法？所以真正的答案是。 无常是由众生的维系的第七意识执着第八意识的共业，这个世界是无量无边，不只是这个地球。我讲的，这这个众生是无量三千大千世界，整个宇宙的众生，第七意识刹那闪动，执着第八意识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分的支持的力量。有这个宇宙，是因为所有的众生的第八意识被第七意识执着。 变成那之间的一个爪所幻化出来的像，如果我今天我成佛，我成佛能不能改变宇宙？没有办法的，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第八意识还是执着、支持这个这个世间的存在的。好，这个这个宇宙到底在经典里面讲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为什么这为什么这个宇宙为什么不会消失？是因为外太空。 跟我们这个地球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支持这个世界，纵然地球七十亿人口通通消失了，地球太阳系也目前还是不会消失。为什么他方世界执持还是有一分执着的力量在这个地方？这份执着力量如果成佛，可是其他的众生无量无边，还还是执着这个世界。全世界要改变，是全宇宙的众生通通成佛。 就没有这个业报的太阳系了，全部化作清净的心境了。好，再来，二圣人叫做观无常，外道无常里面外面又跑出一个场场。那什么是佛？佛就是这样，哎，看这个球，这个球，哎，啊就是无，你看这个球散开了，啊就是空。 你看点物件，一动态就是空，就是无；看点物件，动态就是空的，就是无。正直到空性的时候，看到什么东西，就化作智慧。啊！如果我正在吃饭，啊，我正在吃饭，假、就、设、是、碰到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，啊，把所有的菜通通抢走了，啊，我就吃到一半，把所有的菜通通抢走了。 我不会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生命无常的东西，我一定不会生气。你现在我叫我帮啊，你叫你帮啊，哎、啊、呦，说也不差。我吃我拉，啊，你吃就你拉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也不是饥荒的时期。哎，当一个人体悟到空性的时候，他点石成金，任何一件事情绝对没有能所，没有对立。 直接就化掉它，所以广清老和尚讲了一句话说：“真正的修行人要能把有化成无。”哎呀，这一句真是一针见血。无的意思就是当体即空啊。广清老和尚讲，大修行人要把有彻底融化转换成无的力量。 意思就是，广清老上这句意思就是，那个有的东西，通通是空无自信，不值得你去探讨、去执着、去分别。这个就是广清老和尚了不起的地方。我看了这句啊，挺受感动的。接下来啊，看易观，这一切诸法本来如幻如化，不可执取。 其性本远离心意识之分别，去找以为什么要远离？你懂吗？因为心意识空无自性，它是依它起的。啊，内心的四心是依无名而起的，外面的粗躁意识是因静而有的。无论是依内在深处的无名而有的。 意识的能所的闪动的无名心事，或者是一境界分别，着于外面的性境，难所不断的性境，通通是空无自信。所以，为什么六祖讲“不是善，不是恶，就这么实”，就是名上座本来的面目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是善。 就是不招一个善，善是四心分别啊，不是恶，也不要说不要去原谅恶人，那个恶人你还是要宽恕他啊，执着一个众生的恶仍然是四心分别，所以众生不要嫉恶如仇，哎，大恶人呢、啊，在圣人的心中啊，也不会建立任何的恶的观念啊，也是一样是宽恕他，一样是原谅他。 啊，如果他太坏了，就由国家的法律制裁；内心也不能去恨他，啊，所以不是善，不是就这么死，是名上做本来的面目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叫你离心意意识的分别去找，啊，再来，佛说虽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可度，又是什么意思？呃，就是叫你离心意意识。在这诸位，三藏十二部经典，通通叫你离这个，离心。 意意识，三藏四部经典通都讲，为什么念佛你要念在哪？明陀阿弥陀要要念到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是什么意思？一心不乱就是离心意意思啊。要不然你你如果没有离开这个心意意识啊，那刹那闪动的分别心呢、啊，一直存在啊，你怎么进入一心呢、啊？是不是？经典所有的经典都是叫你离这个的。 你这个的啊，那就知道这个跟读书没关系了。从小学、高中、大学教啊，谁叫你要离开这些文字项离开啊语言项离开妄想项所以我告诉诸位、啊，就算你从从幼稚园呢、啊，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就算你 master 或者 doctor 博士，还有一种叫做 super 超级的博士的。 你们不晓得，博士再更高一层，还有一种叫做超博士哈。博士再修两年叫做超博士，不是博士不是终点了、啊，不是 ending 了、啊，不博士不不不是了不是，不是,不是终点，还还有比博士更高的叫做超博士啊。好，那就对，从小到大谁教你不分别不起早。所有的众生都活在记忆里面呢，你需要那张文凭啊。 来这文凭以后找投入啊，找工作就比较好找一点呢、啊。啊，人为了要生存啊，逼得不用四心分别啊，用种种的记忆，这个就叫做所知障。所知道的四心分别、种种的记忆观念，却障碍了真如。这个叫做所知障。所以有时候书读的越多的人就越难度他认为我。 我有能力教别人呐、啊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能力啊教我的，对不对？以前呢、啊，啊，我们隔壁啊也是住着一个，住着一个，哎，他每次啊要开会，就是生那个很骄傲、狂妄的心，就跟大家合不来，因为一个大家啊都是住户嘛，不要搞成这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不是。 他每次一讲起来，就是他书读很多，哎，我们看得难过，看得难过啊！他讲起话来，就是我足足够教教导别人，我的学历又高，我的能力也足，对不对？后来他跟讲了一句更狂妄的话，就是要用用英文讲也可以呀、啊！啊，住户哪有几个读过英文呢、啊？对不对？也不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吗？如果你是外文系毕业的，也不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吗？ 啊、哦，就表示他很有能力的意思啊。结果、啊，是吧？大家都讨厌他。这个就告诉大家啊，没有佛法，他学历越高，书读的越多，他把自己拉的越高，他站在危险的地方，高处不胜寒了。琼楼玉宇也高处不胜寒了、啊。所以站在高处的人呢、啊，要记得要避开来。 锋芒不可以毕露的啊！你你你你看看，诸位啊，你你看看呢啊！你、啊、今天一下雨，你明天你去公园，你公园看，有的、啊、树枝啊，怎么样，特光痛痛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园丁啊，这个园丁啊，人家这个花本来是一排的嘛，那因为营养过多，昨天呢、啊、下雨啊，吸收了太多的雨水，你看那个树枝、啊。 痛出来啊！痛出来！第二天的眼睛是怎么样？第二天的眼睛的也这个呱唧呱掉啊，呱唧呱掉啊！唰掉呱掉啊！我们现在这些的这个素质就是一个一大哲学有了，对不对？啊啊！我现在是哦，汪汪，能力很强，哎哎哎，给修炼一下啊！唔再未去呱掉，不对不对？啊，再未去啊！你你这样子通刀通刀，人家这个园丁也这个呱掉来，哎呀，无掉无掉，为啥？欠气啊，欠气啊，无掉呢啊！ 还在学习，安尼安尼来不及困我，对不对啊？接下来，如来以智照了故，一切法不得有，哎，不能说有啊，不能说无，也不得着一个有，不能着一个无啊。有其性本空，无也本空，来也本空，去还是空啊。 简单讲，有空无自性，无空无自性，来空无自性，去空无自性，本相。然以二圣之人，虽离我执，犹未达法空，还不晓得诸法本空，所以执法为实有。是故见有生死可离，有涅盘可证，不得究竟。又唯是立三界为心呢？万法为事。那三界怎么来的？为我们八世。 哎，心所涌现出来的万法为是是什么意思？万法皆是分别执着而变现出来的。哎，万法为是啊，事就有能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达净空啊啊，了解外境缘起性空，以由之心为有，就是还实际是有。 啊，这个有时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还用四心在修行，认为那个四心是确确实实在在，认为我还是真的在修行。我认为在我的关照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我有难关的心，我就是用这个一直关一直关。嗯，在这人那能观的心，四心放不掉，放不掉，所以啊，也未达究竟。第十二页，佛。 以名词等浅小之机，而故而兴起大悲心，广为济度，另见实际，啊，真正的实际就是一佛圣。全论此即为赞佛，离以二圣全小之谬见。为什么叫做谬见呢？啊，因为不是就近菩提，通通称为谬见。 接下来，远离断肠，世间横如梦，自不得有。而兴大悲心。佛前面讲了啊，为了凡夫着想，为了二圣人找一心事，现在呢，是为了外道而兴大悲。这个外道不是找一断见，就是找一常见。 啊，解释一下，是远离断肠罪。鱼的底下补两个字，呃，补外道。这个就是一切外道执着最可怕的，叫做断见。断见就是波无因果，没有因果了。人死了以后一了百了了，什么通通没有。 你造了善业也不会得到善报，你造了恶业也不会得到恶报，那就很很麻烦了，啊！还有一种叫做常见，常见也很麻烦。你这辈子做人呐、啊，下辈子还是做人，哎，生生世世的做人，这个叫做常见。或者找一个永恒的大自在天、大梵天，它是长永远的存在,在在这个宇宙，它可以创造天地万物，就像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答案是一样的，啊！ 这个常见呢、啊，有两个角度，也就是说啊，人如果是人，那生生世世都是做人；如果是做猪的话，给人家吃的话，对不对？哎、啊，生生世世都给人家吃。哎、啊，如果做牛的话呢，生生世世做做牛给人吃。哎、啊，这个叫做常见的外道。啊，这个常见的外道呢，还有另外一种角度解释啊，就是啊，一切万法由大自在天啊。 人类的祸福吉凶啊，都是由大自然决定的。那么用大自在天来解释，做上帝就更清楚了。啊，一切的好坏呀、啊、好不，通通归于上帝。哎，这样子，信仰啊比较单纯一点的，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啊。这样一般的众生啊，不想啊研读佛法太复杂的佛法，信仰这个就直截了当咯。啊，我我我什么都上帝啊。 脑筋里面也非常的单纯，是不是啊？这句话就是说，佛已经远离外道的断见，断的底下这个见，啊，就是他的看法啊，常就常见，这个是外道的两种邪见，这两种邪见就是否定因果，那否定因果了，就麻烦大了。否定因果，那谁要修行呢？ 如如果以外道的断见常见，在这做，你我们今天坐在底下听经闻法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为什么？你今天发达菩提心，你也不会成佛啊，你就永远做众生啊，这不是？你今天做再大的善事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哎，今天去干杀道淫妄也没什么恶报啊。那那我们在这里听经讲经也没什么任何意义了。如果是外道的断肠恶见，可是佛讲的。 种善因得善果，你种菩提因就一定种得菩提果啊！这样我们的辛苦才有代价嘛，对不对？才有意义吗？接下来，世间很如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世间的万法，生生命灭,灭，空无自性。哎、啊，系。 很如梦，完全很如在做梦。为什么？乃是唯心所现吗？所以、啊、佛用无上的正治照了，不得有，也不得无。断常二见，有就是常见，无就是断见。佛智照了，不得有，不但凡夫啊，啊。 早有啊，二圣人，早有啊，凡夫外道也早有，只是这个有的范围，因人而异呀、啊。而兴起大悲心而度化之，所以啊，第一个佛度凡夫啊，着相啊；第二个佛度啊，二圣人啊，四心啊能关照那个四心呢、啊；第三人。 这是佛啊，为了度外道啊，断常二见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句诵说远离于断常，世间很如梦，自不得有。而心大悲心贯穿起来的意思，就是说佛以，如果诸位，你你前面把它加两个字，意思就更清楚。佛以离于外道之断见和常见的两种邪见，哎 佛已经离外道的断见跟啊、呃、常见的两种邪见，世间万法皆生灭，空无自性，尘世如梦啊，或者是世如梦，就像在做梦一样，万法乃是唯心所现呢啊。接下来，佛以无上的政治、啊、照了啊，不得不会落入。 有的长剑，无的断剑，而兴起大悲心，度化外道的啊、呃、种姓。所以这个聚送是赞叹佛离于外道的邪见，是远离于断肠世间，恒如梦，自不得有而兴大悲心。这个聚送是赞叹佛离外道的邪见。注释。 断肠为外道之邪见，断见叫做断面，为人死后啊，就一切皆无，所谓一了百了。所以啊，遭遇断见的人呢，就不就不怕干流氓了、啊，杀人啊，抢劫、放火啊，强强暴、强奸呐、啊，诱拐少女啊，诈骗集团呐、啊，啊，他就是人死了也，他就是不怕因果呗。 一了百了。如果如果他研究的佛法，知道万法有因果啊，惊的是呀，谁敢去造业呀、啊？对不对？你这辈子造的这个恶业，下辈子还要再来还、啊，那谁要啊？我这辈子杀死了你，我我欠你一条命，不但是负法律责任，还要抓去关呢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抓去那个看守所，还有那个监狱的里面的人，你就知道是多么的辛苦啊，对不对？ 好，但是问题不是这关呢就可以解决问题。佛教你杀人要偿命的，下辈子会人家换女杀掉你呀、啊，杀掉你呀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断断剑是很可怕的，没有因果的观念呐、啊。接下来呀、啊。 常为一切永远如去了，恒常不变。如生为人，生生世世为皆为人；如生为猪，生生世世皆为猪。这样太不公平了吧，是不是？啊，又直肠论者多指一切皆为大自在天所造，这又是另外常的直肠的另外一个角度。所以一切恒常不变。 哎、此断常二见皆为不无因果，以一切法因延生的啊佛讲的正理相违背，所以称为邪见。什么叫邪见？不怕不怕，因果破坏佛的因果正理的，叫做邪见。盖若执此二见，则无因无果；若执断。 见则既虽造善造恶，也没有来生受果报；然时有果报，因果昭然，故知此断见为非。若此常见之即一切皆由大自在天所决定，一切法无论如何皆恒常恒不变。如是，则也同意无因无果。哎、啊，然时只有造恶堕生时，修道而出轮回正胜果者，故知一切皆在。 众生自心为之，非由大自在天一人所造。我们呢，在读大学的时候啊，都有佛学社，还有那个团契。那我这个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了啊，我就有一点疑惑了。有一天呢，我跟那个基督徒谈了，我说：“请问呢？那么我不是恶意的啦，啊。佛讲的缘起法了，不是任何人创造的。” 那么你们呢？我们这个时间从哪来呢？他说：“上帝用了七天的时间创造，所以最后一天呢、啊，休息。”嗯。那我就请他问：“那上帝怎么来的呀、啊？在圣经有没有交代啊？你们那个 Bible 圣经有没有交代？”他说啊。 你这样问了、啊，亵渎了上帝、啊。人是被上帝所创造出来的，是不够问上，不够资格、啊、去问上帝怎么来的。就像啊，人呢、啊，啊，创造了那个尿桶啊，要吐痰就可以吐痰，要尿尿就可以尿尿。那个、那个、那个尿桶啊，也不会说我不让你吐痰，不让你尿尿，哦，公。 嗯啊，你这样比喻对吗？是人呢、啊，人跟尿桶差那么多，人会有意见看法尿桶，对不对？把一一把一个创造出来的东西比喻做这个，啊，这个实在是很难理解了。他们也不能问挑战上帝的权威。我说哦，那我们尊重你的信仰，我们尊重。而、啊、且我实在是信不了了，我实在信不得了。嗯，我实在信不得了，我不懂。嗯。 此断常恶见即所谓啊，薄无因果者，执此恶邪见者，其罪甚重啊！死后当堕地狱，以其坏一切法故，不但坏了世间因果，亦坏出世间的因果。如是则无人修行，不修行则众生永无不出离生死之期。是为断善根佛种，故习佛人最须远离此恶见。 一观，佛已经远离于外道之断常二种邪见，观了一切世间恒系如梦，亦如梦境，乃为现，乃为自心所现。本离于断常二见，佛以无上正智照了，故一切法不得有断常二相。然而佛以怜悯凡夫外道执断常邪见之人，自害害人。 当受大苦，诸位，凡夫是凿镜，啊，外道是凿断肠，所以啊，自害害人呐、啊，当受大苦，故而兴起大悲心而度化之。佛称为无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就是表示啊，没有一个人觉悟像佛如此的究竟啊。 我读大一的时候，一听到的佛法，我也吓一跳。何以这个世间有如佛一般的这么大的智慧，实在是没办法想象。而且是两千五百年前，竟然有如此大智慧的圣人，我们对佛实在是无比的推崇，五体投地的佩服。佛值得我们效法，值得我们赞叹。 全论此即为战佛利于外道邪见。接下来，知人法无我，烦恼及耳焉常清净无相，而兴大悲心。这二十个字，四四个句句子啊，又很复杂。他就是用很少的字。 这个义很深，啊，解释一下，知，注意这个知就很不简单，是佛如来以智正知啊，还不是随便的世间的那个知，这个知哦，含义很深啊就是佛如来以智正知啊，用大智慧来正知啊，人法。 无我，注意，这个无我要练两次，要人无我，还有法无我。这个无我要练两次，啊！如来以大智正直人无我，法无我。人无我就是人空，照见五蕴皆空；法无我就是一十八界皆空，不可得。连南光的心。 观心无常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，连那个难关的关的四心都不可得。哎、嗯，那么知就是以智正知啊，佛以智大智正知啊，人空法空，人无我，法无我啊，接下来。 当佛如实了之，如实啊，就是你佛这个实就是真相。诸位，对生命宇宙不了解真相的人，不了解实相的人，佛为什么用实相？实相就是生命的真相。究竟实相就是究竟真相。什么叫做真相？就是万法都是假象。 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，因为万法都是假象，看透了它，你就了了解，世间就是真正的事，这个就是真实之相。所以有人问，请问师父，世间的真相是什么？世间的真相就是万法都是假象啊，这个就是世间的真相啊。不了解世间的真相，那就是会迷惑于万法的假象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、啊。 当佛以自证之人法二无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如实了知，无应生所引起的烦恼障。烦恼就是对人生观不理解的，早已无应生，那就会一直烦恼，是烦恼障。烦恼障，哎，以、啊、及耳厌耳厌。 就是所知障，二眼就是所知障，所知障就是理障，或者是智慧的障碍，因为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啊，四心分别却障碍了智慧。智慧是是对无生理的透彻，可是、啊、这些我们后天所学习的，乃至于先天的习气所知道的种种，却障碍了我们的本性。所以，由于对无生理不知道。 对本性的智没有开发，因此的掉进所之障。在这诸位，这个所之障比烦恼障更难断，更难断。为什么？这所知障，比如说你今天呢、啊，你看看一个修行人，如果他今天呢、啊、修不倒单，不倒单。 哎，这有一点有一点功夫了啊！这个修不倒丹的，他就会看不起啊。这这些没有修不倒丹的，这个就本来是修法不倒丹，是为了要断烦恼了生死啊。他拿这个不倒丹来傲视别人，来替自己膨胀自己，替自己打广告。 当然不倒单很了不起啦。哦，晚上就坐着吧，不不躺下来吧，了不起啦。哦，世间人没有办法不倒单呐，至就嘛坐坐贴椅啊，那贴椅无坐，无碰椅，那讲坐碰椅你讲阿个差不多，我、哦、这个不倒单不简单的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有的人修行啊啊，他的内心里面却起障碍。 啊，一切法本质无声呢。呃，修不倒丹是为了要了生死、断烦恼呢，去拿这个不倒丹来傲视别人，那那就变成一种障碍。这个给修行了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今天任何的修行，通通是为了要摆平自己，让自己得到解脱自爱。你动一个念头啊，你认为我可以做一个 mark、一个标准、一个广告，自我膨胀扩大来解释你的修行。 这个就完全违背佛佛告诉你，法法本空啊，任何修行一法都是空啊，你为何早已你修的法？是不是？那么世间呢，种种的知识也是所自障啊，但是不一定哦。这个人如果读到 master or, or doctor，但是这个人如果很有善根。 那给他转过来，这个不得了，学历高的人让他一转过来，他就牺牲奉献，贡献给佛教。这个硕士、博士，我们就赞叹的不得了。为什么他素是有善根呢？他虽做读,读了那么多，可是他没有所知障。啊，好，常清净无相。 啊，这个这句啊，要贯穿到上面来。上面的意思就是，佛如来一自正知人无我、法无我的人空法空，如实了之，烦恼障不可得，断了烦恼障；耳、眼的所知障，其性本空，理障、智障啊，都不可得。理、呃、障跟智障通通是讲所知障，烦恼障是四障。 啊，那么耳焰智就是所知障，啊，耳焰就是所知障，哎、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照见的烦恼空啊，还有耳焰所知障也空的时候，因为前面讲人法二无我嘛，这个时候就得到常智清净无相，常清净就是要补这样子的啊，常智清净无相。 先讲这三个字，啊，接下来无相有另外一个解释了：无能正所正，能断所断，只能所二相。所以后面这个无相是指无能所二相，啊，说常自清净无相了，无能断所断，能正所正之二相。所以后面这个无相。 要这样补上能所了无能所相，要要这样子，所以上面是讲清净相，后面是没有能所相。虽然都是讲无相，但是这个无相啊、哦，虽然是当体即空，就是没有能所。而行大悲心呐、啊。 佛因此兴起大悲心，而教化之，令净空，令一切菩萨能了悟一切境界本来空，而且意识心本身也不可得，连心是一空，速入佛地，能言外净空，能观照的心是还是空，都不可得，内空外空就回复为是一心，为是真如。为什么法法道同呢？法法道同。 通通是正的一心，正的同一个真如。那整句贯穿起来的意思就是说：佛如来以智慧大智慧正之人无我，法无我，人空法空，如实了之，烦恼不可得。所以啊啊，因为正的人空，断了烦恼障的四障啊，法空断了所知障理障，还有智障了烦恼障啊，所知障。 本空，其性本空，常自清净无相。接下来了无能证所证，能断所断，本自能所恶相，没有能所恶相。佛因此兴起大悲心，教化之，令一切菩萨能了悟一切净，心都不可得，没有能所相，速入佛地快速的证悟到佛地啊，那么。 这一段，知人法无我，烦恼及耳厌常清净无相，而心大悲心。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这个是聚诵，在赞叹佛已经离于菩萨的维系的能所断相。哎，菩萨认为能证、所证呢、啊？哎，能证就是人啊所证就是涅槃法呀、啊，连这个都没有，都不存在。 这个聚颂是赞叹佛也已经离开了菩萨的维系的能所断相，啊，连能断所断都不可得。注释：人法无我，也就是人无我；以法无我，也就是人空以及法空。此为佛以大菩萨所证之境界，以超乎二圣之人的无我，而达到法无我。 因此，人法双空啊，无我就是空意，也就是不执为我我所之意。我跟我所谈的最多的就是阿含经《阿含经》，《阿含经》只要一提到无我、无我所，这个是《阿含经》重重复一直讲这个，《阿含经》讲最多的就是无我、无我所。啊，我所就是我所拥有附带的。 哎，一切法物，当然，你附带所存在的这些外在的环境啊、像的东西，你所拥有的东西都不可得。啊，翻过来，十四页，烦恼及耳焰。烦恼就是烦恼障，也就是四障了。啊，耳焰翻译就是智障，亦称为所知障，称为理障。 理障就是对一切法本空、对无生之理不了解，叫做理障。所以这个理呢，很简单，单刀直入，就是对诸法本空的道理不了解，也就是对无生理不了解。对无生理，一切法无生，无生就无灭呢？啊，就是涅盘呢？啊，对一切法无生的道理不了解，啊，简单讲就是对涅盘的道理不了解了，也无生就无灭吗？ 这次为礼障啊，对一切法无声，不了解，他就会产生了礼障。此理是二障、啊、断尽啊，啊，方能正人空法空。烦恼障尽的时候，正人空人无我；所知障断尽的时候，只证法空法无我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这个无我要扩大解释，你一定要记住师师傅这句话啊。很少人在讲经的时候啊。 啊，一直在附带着这这句话很重要，就是无我要扩大解释，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，叫做无我，简称空性。啊，小至一个颗粒围尘、桌子、椅子、电灯啊，一个柱子、一栋建筑、一只狗、猫，通通空无自性。了悟了诸法空无自性，万法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为什么？万法本身空，就没有问题可谈。 就没有问题可谈。其他你发生一切的现象，都回归到啊诸法不可得，体空、相空、用空、因空、言空、果空、事空、理空，万法把复杂的体相用因缘果事根理回会毕竟空集，万法的问题通通解决。所有的万万法之所以迷茫。 是因为内心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内心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万法都变成存在，就变成问题。所以你所问的问题，一切众生所问的问题，回归到最后是新的问题，就是没有智慧去照见空无自性。若能照见空无自性，就没有这些问题。举个例子来讲。 一个女居士，她就问说：“师傅，那么我听人家讲，说《地藏经》要凌晨两点起来诵，《地藏王菩萨》是度阴的，那个时候念《地藏经》最好最有力。”那我就问她，一个女居士啊，我说：“你有读过书呗？”啊，她说：“读过。”我现在请问你。 台湾现在凌晨两点，美国现在几点？嗯，就下午两点了、啊。那、啊、对啊，别出来了。那怎么按时让美国白白天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请问你，你诵地藏经是做什么？他说我诵地藏经，希望我死了以后，地藏菩萨带我去极乐世界。我说那你地藏王菩萨凌晨两点才有上班，上到四点。 那你万一实在白天，你怎么办？你说哦，对哦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？他怎么会没想到呢？佛菩萨还有上班的时间吗？对不对？诸法的空无自性，那这个就不了解佛法了。啊，就有人讲是师父，那我、啊《地藏经》天天送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法空无自性、啊，因人而异呀、啊。啊，那那问题是你有没有时间呢、啊？ 地藏经啊，有时候稍微长了一点啊有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如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，可能没办法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如果说你时间不够，初一十五送个地藏经不错，六再就送个金刚经，其他啊，早上送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，晚上送弥陀经念阿弥陀佛，啊，那人家周北伟呀样啦，做、啊、伟人的已经很安慰了啦哈。那、哦、法无定法、啊，看个人，看个人。 啊，像我一初学佛法，每天都送普门品。啊，还有，啊，因为我们呢跟陈东兴啊，啊，修了那个呃密宗的开顶咒，那、嗯、么去给金刚上师开顶。嗡、嗯、啊红色，嗡玛尼白米哄，嗡啊红色，嗡玛尼白米哄。啊,、嗯啊,嗯啊,嗯啊,嗯啊哦，因为我们那一栋啊，大大一住校，大二要搬出来学校外面，啊呢，啊，就我们跟陈文忠的哦。 啊，红色，满地白苗。因那个时候年纪轻，没有顾虑到人家还在睡觉。啊，要精进，要精进，急着要赶十万八千遍，要去开顶啊，要去开顶。红啊，红色，满地白米红。那个二楼三楼，有一有一天被我们逼的，有没有蹊笑啊？轰轰，大吉隆红。<noise> 被我们逼到实在没办法啊，就急着要去开点啊！我们金刚上师讲要十万八千遍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一直一直喊啊，一直喊啊！哇靠哇我靠，我有没有气笑啊？有，有没气笑啊？啊！所以啊，就就法无定法了哈、哦。这个，当你了解法无定法的时候，说实在话，也很多事情啊，你要一定要把它固执的很严格。 事实上也很难。比如说，这个过午不食，有的机是，他就说过午啊，就是我们呢、啊、要到几点了、啊、叫做过午。活在世的时候过午是这样子，立了一根竹竿。活在世过午是这样过午的，立了一根竹竿，没有影子的时候、嗯、就是就是正中间，对不对？只要。 这根竹竿有一点影子出现，筷子就要放下来，这个叫做过午。这是佛在世是这样子的。可是，在座诸位哦，如果你念过经度跟纬度啊，经纬知道吗？经度跟纬度啊，看看地球，就那个日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、哦，知道吗？那个那个影子是不一样的哦。 有的十一点四十七就没有影子，就是过午了；有的要十二点多，对不对？才没有影子的。好好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佛、哦、只是一种善巧方便呐、啊，哦，给你一个。所以我们到唱功那边，他就是规定十十一点四十五分以前吃饱，最慢，最慢不要超过十二点。 最慢不要超过十二点，啊，那么我们去另外一个道场，他说，我们呢、啊，啊，赞叹里面持午了，不过、啊、有时候会十二点五分呢、啊、十分呢、啊，不必这么执着，就中午把它吃饱就好，的脚罢了，不必到时候几点，筷子一定要放下来。 还是不多的腰啊！你哎，很多事情还没有办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哦，真的，我也受到广化律师的影响很大，就是一定一定要在十二点以前吃饭。我吃，我吃了八年，八年。那时候在高雄在讲经啊，讲经啊，要赶来高雄。 奖金，结果从中部、啊、自己开车来，你你可能们知道我开开车技术是有告好嘅，啊，点点开花多的，我一样，哎，开车，开车你知道吗？为了要赶在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吃饭，因为接受广化律师的观念嘛。结果那一天呢、啊，人不舒服，稍微从中部慢一点出发，就开这个黑位。 高速公路已经黑起呀，黑起呀，真的，嗯，一点亏一直开，一直开，速度一点亏。我靠到张化那个地方啊，一个大转弯，我没有看到。一大转弯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警察，一只车子了，唰，底下都淹得来啊，淹得来。啊，一开门，合上，<laughs> 这下麻烦了。 这个警察人很好，他就说：“叔傅，你刚才你开我这，我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佛字的借力啊，要在十一点四十五分呐、啊、以前要吃饭呐、啊。我了一里一里由一里，吹一里吹，我无咧管你开开到怎崩。师傅，一百三十七、啊啊、<laughs> 呢，我讲偌济啊，百三几呢？” 我讲啊，我迄拢无感觉。啊，伊讲，啊，你得给要食饭啊，有影咧。得、嗯。阿、嗯嗯啊、叔，我得要开的咯。阿、啊、我，阿开啊嘛，我赶紧要夹崩。阿、啊、叔，你敢无要讲几句話？我意思讲，你可以原谅我一次吗？哎、啊，包括工委出来，嗯、啊，我讲啊，犯法就犯法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。 我说唔知啊，素爱着讲诶，哎，这是这是惠利的幽默，你拢无学着啊！王子犯法与庶名同志啊！你无多犯法了，一亏一百三十几，我讲啊亏啊，哎、啊啊、了亏了六千，六千哦，六千英文叫做 six thousand dollar，后面加 s，哦，已经亏了。心听我着讲，这六千买了外侪变动，迄阵啊一个变动才五十块。 哦，鬼子心跳啊,啊，没办法啊！啊我是讲，啊，接到红啊我是讲我把色是难随了。也也是也是开回来啊,啊！啊，从此以后，我觉得说，需要这样子固执吗？哦，啊，啊是不是说只要中午靠近十二点，给他吃饱喝完就好，这样是不是可以省掉六千呢？ 后来我就自己开源了，哎，冻到假八的喝啊，然后啊慢工一定要十二十一点四十五分。后来我就稍微放轻松一点了，逐渐放轻松了，然后就，香蕉足侪，足球足侪发单都唔捌发掉了，因为无得赶，所以啊，这个叫做那、啊、一种弹性呢、啊？诶、哎，弹性呢啊。啊 因此，这个手之赞，我认为，修习佛道的人呢、啊，在某一种啊弹性之下，你一硬要持戒，我我们赞叹你，我们随喜赞叹，随喜赞叹，对不对啊？那么，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子，我们随喜赞的，但是我认为有一点弹性，不要太离谱，是可以接受的。 是可以接受的啊，是活在智慧之下啊，总总比死在教条之下还好了。一观，佛如来以智正之，人及法二者皆无我，故如实了之，烦恼障及耳眼所知障之本性本啊常自清净。为什么叫常自清净？诸法本空，哪一样不清净啊？ 清净是指诸法毕竟空寂呀、啊。诸位，常治清净有个重点，连清净都不长，更何况染污的东西。这个清净是绝对哦。这个清净就是我持戒清净，也不少一个持戒清净；我禅定很深，也不少一个禅定很深；我开大波的智慧，也不会膨胀自己说，说我开大波的智慧轻视人家。这个常治清净就是体证到。 人空法空，诸法毕竟平等，无相了，无能证所证，能断所断之能所恶相。菩萨一断证，所以照极，然能所之相有昭然未泯，故仍未达究竟。佛因是而兴起大悲心，而教化之，令净空心明啊，把笔拿起来呀、啊！ 这个很重要的哦，净空就是相如，不是司马相如哦，是相如啊，啊，心明就是性如，相如性也如啊，一体起用，适用归体，性相一如就是这个正道，毕竟空寂，令净空，心明就是相如性也如，受入佛的全论。 此句为赞佛以离菩萨为系之能所断证二相。诸位，这句也很重要的。只要有能所不断，通通是戏论。不管你修到多大的菩萨的阶位，只要有能证、所证就不对啊！诸位，唯是一心，唯是一个真如，唯是真如，唯是一心，唯是,是,是真如，是绝对。 绝对就是佛即是法即是身，智就是法就是这，没有说我修一个大智慧造见了涅盘法没有的，涅盘就是法就是佛，佛就是法就是涅盘，涅盘是在形容佛的智慧，不是有一种境界啊，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做涅盘，涅盘是形容佛的般若智慧不生不灭，而不是说有一种块状的让你去执取叫做涅盘。 所以啊，涅槃是什么意思？涅槃就是真如，涅槃就是佛，佛就是涅槃。因此啊，啊，我们要了解，涅槃只是一个名相，涅槃就是真如，涅槃就是不生，就是不灭，涅槃就是佛的智慧，涅槃就是大圆满，啊，涅槃就是无所住，涅槃就是毕竟空寂，啊，涅槃就是究竟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涅槃就是无相，涅槃就是空相。 因此，涅盘是法，但是法就是佛，不能说啊佛证入涅盘法，那有能证的人啊，所证的法，啊，你完了，知道吧？啊、哦，好看下去啊、哦，是一切无涅盘，无有涅盘佛，无有佛涅盘，远离觉所觉。 若有，若无有，是二系距离。这段要很注意听，不容易理解，但是我尽量让大家啊体悟理解啊。一切无涅盘，这个是总说。接下来无有涅盘佛，无有佛涅盘，这个是别说。哎、啊，总说。 就是佛入不二，没有能所向，所以一切无涅盘。这句话在表达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本质空寂，哎，本来就是涅盘。注意这个涅盘法，不管佛，注意听哦，这个涅盘不管佛在世，佛入入灭。 宇宙当中，任何一个时空，包括外太空，通通存在涅槃的真理。不管佛出世不出世，真理就是真理。佛出世，只是发现涅槃就是自信，自信真如原来就是涅槃。啊，一切。 无涅槃什么意思？这是总说，这一切法本质空气，本来当体即公，本来就是涅槃。哎，所以啊，无涅槃就是并无可修、可证、可入之涅槃法。哦，这句话就一,一就道破了，法是不二的，贯穿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。 本质空寂，本来就是空无之心，本来就是涅槃，并无一法可修入、可修、可入、可证涅槃法。因为涅槃本质空寂，一切法本来就是涅槃。在座诸位，你的心不生妄念，不生智慧不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是真的涅槃法。这个是总论。 啊，也是一切无涅槃，一切诸法毕竟空。简单讲，这句话就告诉你，没有能所，没有能所啊。接下来别说，无有涅槃佛。作为涅槃是所证的法，佛是能证之人。这句就是离以所证。 的涅盘法，那么贯穿起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无有证入涅盘法的佛，因为涅盘就是佛啊，佛是能证之人，涅盘是所证之法，所以离以所证，就是离以所证道的涅盘。一般来讲。 我们对法不了解，就是佛弃入的涅盘。那佛弃入的涅盘，有佛能证之人，涅盘是所弃入的法。诸位，这个就是能所不断。如果你现在涅盘就是佛，佛就是涅盘，当下就是。诸位，你也是啊。啊，如果你今天心境跟佛一样，你的心就是涅盘呢、啊？涅盘就是你的心呢、啊？ 所以主，卓师傅昨天讲的呢，如果你不能回归到当下这个涅槃的心性，这个涅槃、这个、不是死亡啊，涅槃是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的心性啊。如果你不能回归当下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的心性，诸位，明天的明天，你期待明天，明天又有明天呢？明天的明天叫做未来，而未来的未来，那就是死亡。你放弃了回归当下。 你等同放弃正量，你等同放弃佛的涅盘，所以涅盘没有任何的寻觅的空间，涅盘也没有任何的期盼的未来，涅盘就是当下，当下就是毕竟空寂，毕竟空寂就是毕竟空无自信，空无自信就是涅盘，没有另外一尊佛，没有另外一个涅盘的法，通通没有，人正的人所正的法都不可得。 所以涅槃在形容摩诃般若，有的涅槃是在形容绝对的真心、绝对的真理，没有能所向，所以讲哎佛入涅槃呢、啊，啊，也就是凡夫认为涅槃是死亡，佛去呃二圣人认为啊我正的涅槃呢、啊，啊认为涅槃是法，哎、啊、二圣人认为我能修的人啊去入啊涅槃的法。 这个就不究竟变成人所向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啊，没有所谓正入涅盘的佛。接下来，无有佛涅盘，也从来没有一尊佛啊，入于所证的涅盘法。哎，无有佛涅盘，是从来也没有一尊佛。 入于所证的涅盘之法，佛是能入之人呐、啊，涅盘是若所入之法呀，啊，一切法空无自性啊，都是涅盘呐、啊。作为一切法空无自性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弃，不垢不净，一切法当下就是涅盘啊，所以也没有佛，也不能说佛弃入所证。 这涅槃意意思就是从来也无有一尊佛入于所证的涅槃法，因为一切法自性皆涅槃，如同虚空，并无入也没有出，所以上面是无有涅槃佛，是你所证的法；无有佛涅槃，是你能证的佛，能证之人，佛就是能证之人呐、啊。 啊！涅盘是所证之法，所以无有涅盘佛是离能离所证之法，无有佛涅盘是离能证之人，远离结所结啊！诸位补上几个字：远离能结之佛啊，所结之涅盘理，所结之涅盘的道理这里。 所以就是理能解知否，还有理所结的涅盘法之道理。接下来，若有若无有无有就是断见了，有就是常见了啊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乃至于若就是着了。如果啊着。 有找无，那个就是二圣人了、啊。啊，若常见的有，若断见的无，这二二种邪见是外道所执着的，而佛是远离的，是外道的所着的二见断常二见有无二见，怎么样？系距离佛通通。 一一皆远离二种边界，哎、嗯，距的底下补一个远就更清楚，距远离，句远离外的持有见的常见无见的断见，是外道二见皆系一一句就是远远离两种边界。 边见就不是中道了，啊，边见就非中道义。那么这个句诵是赞叹佛离能所恶法，离外道断常二见呢、啊。那整句贯穿起来，那注意听，一开始离能所向是总说，后面接下来是别说。 但有能所，即是叙论啊。所以一切，我直接就解释了哈。一切法本质空集，本来万法不可得，本来就是涅盘，无可修，也无可入，并无这个无啊，上面加一个并，就更清楚，并无可修的涅盘。 并无可入的涅槃，并无可证的涅槃，何以故？诸法本质空寂，没有能所相故。接下来就是他别说无有涅槃法为佛所证，也无有一尊佛弃入意。 涅盘所证之法，一切法本质空无自性，皆涅盘当下就是涅盘，如虚空没有出，没有入，没有能所，所以无有涅盘佛是你所证，无有佛涅盘是你能证，远离能觉之佛所觉之涅盘法，若常见之有，若断见之无有，此。 二见为外道的邪见，佛是外道的二种邪见，细节远离两种边界。两种边界。整句的意思就是，所以这个这个句颂啊，所以一切无无涅盘，无有涅盘佛，无有佛涅盘，远离结所结，无若有若无有是二细节细距离。 就是此句颂赞叹佛立能所恶法断常恶见。注释：一切无涅盘，涅盘就是灭度义，为灭生死度烦恼，也就是即灭离生死出三界得解脱。一切无涅盘，为一切法其自性本来本质就是涅盘。诸位，涅盘就是毕竟空极。 没有能所向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本来就是本质空寂。无有生起，既无生起，则无有灭。因此，不用更求极灭，否则就是头上安头。一切法当体就是涅盘极境。诸位啊，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看看你能不能在这个例子。 体会得出来。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：，诸位，你在一百年前有没有来到这个世间？有没有你的存在？没有，不存在，空嘛！啊,啊，一百年后大家都死亡了，一百年后没有一个会活的了，不起老妖精个。 啊，一百年后，大家通通死亡了，啊，也化成一堆骨灰了，啊，就注意看了，注意听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对，我们还没有生的时候，一切法无生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一个人呢，父母生我们呢，刹那生，刹那灭，新陈代谢。 刹那之间缘起，刹那之间无常一直在改变。从婴儿、幼儿、童年、少年，啊，壮年、中年、老年，最后接近死的年龄啊，化作一堆骨灰了，一堆骨灰，啊好、啊，也灭了。这就诸位。 注意听，还没有出生以前，我们有没有生？没有生。现在我们说死亡以后，死亡以后有没有看到这个人？也没有。啊，中间这个过程，中间过这个过程，对，从我们出生到死亡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新陈代谢啊，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啊。 增增减减，整整整我们迷惑了现在的这个阶段，而不了解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是空性的道理。不了解，一直拼了老命要追求快乐，拼了老命要追求幸福，不晓得万法皆不可得啊！万法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。在做，把你命中死亡那个。 念头，我百年前不生，我死亡，其实也不是真正灭，因为我还有业力嘛。啊，而且生是如幻，死当然也是如幻了、啊。所以没有真正的生死，这个只是相的改变而已。我们的法身慧命啊，才是重要。所以广钦老上讲了一句话啊：，无来不去，不待机啊啊，我们能不能体会到？ 这一句话到究竟之处啊，广、哦、钦老和尚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来不去不带机，这句公，你眼睛看的都是换的，耳朵听的音声好听不好听还是换了、啊，吃的好吃不好吃的还是要拉，有没有什么这个世间有没有什么叫做享受的啊？对不对？没有，真正的享受，佛说众生以五一六成为乐。 哦，我佛弟子有智慧的佛弟子以法为乐，啊，世间人说啊享受生命，而我们是享受法身慧命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法，我们享受的是法身慧命啊，不一样的享受啊。诸位，那谁比较聪明呢？是他享的那个乐是很快就会变化的，就。 痛苦就接着来了，所有的美丽啊，伴随着死亡，对不对啊？因此，我们的美啊，很快就会过去了啊。我们所拥有的东西，很快就会消失了啊。就像我们现在一一回想起来啊，年轻的时候，哇，还在大学联考，哎，在更年轻的时候，哇，是念成年中学啊。那个时候，哇，你看。 轰动一时啊！你看，哎呀，呃、念的那个名校啊，呃、现在一眨眼六十岁，哦，这个速度太快了。有时候老化了，实在不能接受，实在是不能接受，太快了。哦，还好啊，有出家这一条路可以走啊。后来大一啊，听到了佛法，哇、哦，怎么这么好？这么的好。 哦，就爱形容之类的这么的好，教授常常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我这辈子发一定要把正法传播出去。好，记得你今天看不开的事情，用你命中那一念毁灭的那一念，世界宇宙都有结束的 ending 的那一天来看待看待今天。你今天来观想一下啊，你人家已经捧着你的相片了。 你已经躺在啊棺材了，啊棺材了，啊棺材了，哎，阿叔啊讲，哎、啊，叔、欸、啊我要用土葬啊火葬，我讲用火葬啊，伊讲，啊那烧了听要安怎，啊听都袂甲你烧啊，迄、啊那个烧都袂听，再甲你烧，哇、啊，安、哦、尼、哦、就好安好安尼，你观想一下，你现在躺在棺材，啊一定会的、啊，对不对，啊那。 人家已经，你的儿女捧一个像，对对，要出出殡了哈啊，头前迄个也自给帮说了哈，啊水过来呀，等等啊，啊,咚咚咚啊开始的引导、啊，引导，这人生，这就,就,就是这样子嘛。最后一个庄严的仪式嘛，啊，插一点花嘛，拜几个水果，有没有吃到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反正呢，大家都是这样摆嘛，啊，观想想想想看。 哎呀，人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！真的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！那我们有了聪明的以后，就就不会像这个有一个人呐啊，去、啊、动刀啊，为了漂亮啊，一直动动了十几次刀，十几次刀，他不晓得任何的整形都抵不过无常的。 你你怎么整形都没有办法抵得过无常的来到，所以我们这个脸庞啊，只能用个几十年了、啊。因此啊，仪表上要稍微照顾一下，照顾一下。但是我们了解了真理，这个生活的心境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你有机会出家，你就出家；如果你有机会出家，你就出家。啊，如果你没有没没有机会出家，你就一定要好好的冷静一下。万法本来就空的东西。 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啊，对嘛？广钦老和讲啊，就是不来不去无代志哈啊。那我们更进一步来讲，假和假外，这实也能做呵呵呢啊，边玩谈啊、哦，不用感觉到很委屈，不牢牢骚抱怨啊，这样子通通慢慢慢慢释怀，慢慢慢慢的释怀。第十五页第四行。 无有涅盘佛，意思就是无有证入涅盘之佛，或者无有在涅盘之佛。第一哦，这里不是第一是第一种含义啊。第一第一种含义。若有正涅盘之佛。 则佛有能证之人所证之法，则不得谓为佛。以佛以离一切相故，故《金刚经》云：“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”一切相皆离，更何况能证所证相？因此不可谓。 有正涅盘之佛，故具云无有涅盘佛。第二种含义，无有在涅盘中之佛。若佛在涅盘之中，则不能大做佛事啊，度化众生啊。若不度生，则不得为为为佛。因此说无有涅盘佛。 此则战佛度生无尽也。以前呢，在形容的涅槃啊，说二世呢掉进涅槃坑，涅槃是一种坑洞。为什么掉进去？哇，这个无为法太好了，也失去大菩提心，不度众生。哎呀，你看我断了见思货哎，掉进涅槃坑洞里面了。所以，啊，无有涅槃佛就知道佛的大悲啊，无尽。 是这一出戏是演不尽的，没有结局的，哎，没有结局的结局，无尽的结局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，生生世世都来度化众生，啊，要是没有佛来度化众生，你就知道这个权力跟欲望是很难去突破的。在这诸位可能没有当当过高官，也许你们身上有一点钱，作为一个人对权力的。 权力就是说，这个 power，而、啊、不是 money 啊。如果我们没有佛来，来视现、来开导我们一条解脱的道路，就两条了：一个是贪钱，一个是贪权、权利的钱。这些、这些讲了一句话，我非常、非常的认同。他说，贪婪的人。 纵然身心呢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也不会磨灭对权力的追求，也不会对权力的渴望。呃，意意思就是说，贪婪的人，一个贪婪的众生。 不管是他身心受到多大的痛苦，啊，也不会磨灭他追求权力的渴望。所以，一个权力是很迷人，因为他有那个权力，主宰着众生的生死啊。官当的越大，可以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、啊。所以啊，有一个高官的人，啊，将领似乎也碰过，他就说：“回力法师，我告诉你。 讲，我们不讲谁。他说我干到这样子，慧律法师来写佛是很不简单的。他说你不晓得，官当到像我们这么大，能够把它看得开、放得下，慧律法师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很难。在权力一方打转的那个握到那个权利呀，死之不放，对不对？ 他一讲，讲一声的怕罪、颠党，对不对？叱咤风云、不可一世，那个权利谁不要啊？嗯、他说啊，在政政治场上啊，要能够翻回来来像我们这样写佛的，真的不多。尤其像我们光这么大还来写佛啊，我今天来拜见你。 我呀，因为看了你的光盘，非常谢谢你。啊，在大陆啊、台湾呐、啊，到处这样子跑，这样走，我似乎也赞叹他，你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接下来，无有佛涅盘，从来没有一尊佛是入于涅盘的，因为佛已正的一切法皆自信涅盘，因此不更需要再正入涅盘。诸位有那个入？ 就有出佛法是不二的，涅盘就是佛，佛就是涅盘，没有能证所证的涅盘是强调佛的般若智慧，涅盘就是妙心，就是强调那一颗心，并没有一种啊块状的一个法，所以涅盘它是形容强调佛的那一颗真心的存在，而不是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涅盘，否则基督上所言的头上安头啊。 床上架床，诸位，什么叫做头上安头？啊，头，我们这个头是指清净心。我们的清净无住、无念、无相的真心，就是头。你动一个贪，这个贪就叫做头上安头，多余的贪，摊你并不能带走任何的东西。 而你的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或者是你执着某一种东西，那个也是头上安头；或者是你对某一件事情很愤怒，那个愤怒就是头上安头。诸位，只要这清净心受到变化，就叫做头上安头。啊，你现在变得很愤怒了，你需要照一下镜子，冷静冷静了。纵然对方不对，但是也不需要气到这样子。 民众欢亲，烈血五面安乐呢？不需要搞到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就是头上安头。很多人呢、啊、不晓得，你不了解头上安头是什么？在这诸位啊，说实在话，要调伏自我到一个清净心呐、啊，无助心、无相的心、无念的心，其实这个很难。这个绝对不是说修行上的一种束缚。 或者是一种，啊，吹嘘，真的要把自己的习气降服到绝对的清净，恢复到一种完全自然的清净的，而不头上安头的，几乎归零。好，头上是清净心，那个安头是安什么？叫做观念、知见。我清净心里面安一个我恨他，这个就是知见，或者是。 清净心里面安一个，我很有修行，这个就是头上安陀。所以，当我们绝对的心性展露出来的时候，它不会落入有见、无见、善见、恶见，啊，断见、常见、善见、恶见都不会，它是绝对。所以，这个头上安陀，很多人不会去理解。 啊，这个头就是指我们的清净心，安的头就会变成无名。无名意思就是在座诸位，这些在讲了一句话，要好好的理解。争论，其实在跟你的心过不去，别人不会受你影响的，就是跟别人争论，你只是在争你内心里面那种观念而已。 你争你那个观念呢、啊？别人不一定受会会受到你的影响。可是、啊、你真的一一肚子气，你只是在争那个观念，你的病没个你个观念，你在拼生命，你该无跌个得不睡干很多东西也没办法一直讨论了、啊。头上安头，床上架床，而成为恶身之颠倒。 以此之故，佛不用再入于涅槃，即以生死而见涅槃，此即是大部《涅槃经》中所明的无相涅槃，也就是不用取涅槃相而涅盘。有取涅槃相，就有能取涅，就能取根索取。以佛以离一切诸相故，当下就是涅槃，连涅槃相一离。所以禅宗有一句话，给修行人一个很大的方便。 啊，如果当下体会不出来，那就用禅宗这句话。这句话对一切的修行人，那么就是，任何一个以三圣的根器都用得着。这句话叫做“舍之又舍，以之以尽，尽尽端的尽啊，舍之又舍，以之以尽。”如果你不会修行，这个就是座右铭。放下，再放下，放下到没有东西可以放下。 就自然见性，舍之又舍，以之一进，啊，尽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放下了。我看了禅宗这句话很受用，哦，原来，学禅就是学放下，再放下，哎、啊，没有东西可以放下，这正的诸法本本来就空，没有东西可以放下，那个舍之又舍，以之一进，进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舍了。 啊！此句之第二层意义为：佛以如是大智而起大悲度是，是故诸佛皆不究竟涅盘。此即上句所说的“自不得有无而行大悲心”，盖佛以自证一切皆智性涅盘。智性涅盘什么意思呢？而以绝对的心性，毕竟空极。 接下来则不见有众生可度，就要补几个字了。不见有众生可度，无有烦恼可断，无有生死可了，就是进入绝对。不见有众生可度，也无有烦恼可断。去性本空，哪有烦恼呢？说，这里呀、啊、有一句话要补一下，啊。 对自信本空不了解的凡夫，所有的执着都是内心的压力。你最大的敌人，在你内心深处的那一颗执着的心，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敌人。你的内心深层的那一颗执着的心，就是你一生命当中最大的敌人。 你的敌人不在外面，你的敌人在你内心的深处，就是你的敌人。不能让你成就福道的，也是你内心那一颗深沉的执着和无名。你今天过得不愉快的，啊，也是你内心深沉的那种观念执着和习气断不了，割舍不下。所以，其实。 万法没有问题，所有问题来自一颗没有智慧的心。诸位，一颗没有智慧的心，就天天有问题，时时有问题，刻刻有问题。那么，如果来自一个大波的智慧心呢？是时时没问题，刻刻没问题，天天也没问题。为什么啊？诸法本空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是无有生死可了，如是佛。 亦可入于涅盘矣，啊，这样子了解，不见有众生可度，无有烦恼可断，无有生死可了。如是的佛，怎么会有涅盘可入呢？如是佛亦可入于涅盘矣。意思就是，难道有一尊佛真的入涅盘吗？反问你，意思就是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本来空，你度，你入什么涅盘呢？ 法法本空故，如佛出尘道的时候，即因此而失意，入于涅盘。然念众生呢，犹迷诸法自性，因为因为众生呢，不了解诸法的自性本质空寂啊，枉受辛苦。注意注意那个第一个字，阎枉的受苦，阎枉的受苦，故不入于涅盘，不入于涅盘。